都懒得拍他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他啥也不是他。让出来，他敢吗他？他不敢你就进去。都搁那拍他呢，有什么可拍的？走，我帮你进去走。我不去，我瞅他都不烦别人。你放我下来，快点快点，放我下来，快点的。你在这儿骂他？哎呦，我骂人家干什么玩意儿？人家搁这做点小买卖，你凭自己本事吃饭呢？人家没说跟我可没关系啊。对不，咱得讲理嘛，不得？你还讲那理了？你不是最能挑毛病的吗？但他那纹身可真不好，啥玩意儿纹龙画虎的？对，侮辱他，对不起他父母都。太狠了，这样拽的。干啥？人家挺热情的。你要敢吃，回家我就揍你，听到没？昨天说的都忘了是不？在外边不能吃肉和带馅儿的。你怎么不长记性呢？爱咋咋地。